大家好，我是中新社记者黄玉清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越南河内的内排国际机场。当地时间12日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这里。应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、越南国家主席伍文赏的邀请，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。在岁末之际，中国元首外交再次落子周边，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。